就常常说，平安时要知福感恩。人呢、啊，一定要感恩，就是表示呢平安。平安的任何一刻，都值得我们说感恩。因为人生无常，自身以外啦、啊、的人事物，都很难呢、啊、保障呢、啊、如常。包括自己的呼吸，生活的环境也很难保证。在下一个时间，这都是很难。所以佛陀要教导我们无常观，我们要学会了，要理解了人间无常啊。我们有无常观，才懂得呢如何珍惜人生，珍惜我们身边的人，珍惜自己呢还活着。我们要更要懂得如何呢把因缘观呢、啊、时刻要去体会。今天的因，我们今天呢要接触到的缘，我们要提高因缘。所以见人要结好缘，做事呢要好好的提醒自己，举手动作都要知道因。你为什么举手？我因爱，因为爱，因为有所选择，我这一双手举起来要拿这个动那一个，都是呢因为心想要把它拿走，要把它动个位置，到了我满意，这么的轻松，这么的小小的动作，都是呢离不开因。因为我看到他在这里不顺眼呐、啊，我要把他呢挪开一点，到了我认为满意。这么的轻小微小的动作，都离不开呢因。所以啊，因缘果报，这种因为我看他位置不对，所以呢我就给他挪到这里来，结果他就是在这里。这日常生活啦，离不开因。因为不对，所以再动手再挪到这里，结果再回归原位。这么小的也离不开因，动作就是缘，放回他了，结果果，那回归来回报给我自己，嗯，还是这样好，这叫做因缘果报。所以说来，我们人人呐、啊，每一天每一个时刻，要提醒自己，我们的动作
为什么这样的动作，过程的缘，我们要好好的注意。那结果这物件是安尼，远远看到人来了，我们呢就要心里要准备跟他打个招呼，脸上笑容一下，表达友好。走进来呢，就问个好，这样的过去啊，这已经结了一分好印象，就是好因，哎，结了一个好缘呐。那回过头来，有什么事情呢？啊，我提这项物件有较重，他就会很快的跑过来帮你提一下。我们人生在日常生活啦，人与人之间的态度，这种态度的感受就会有幸福感，很祥和，很平安。这么小的，因为如此祥和平安，看看那样的世界呀，啊，不是人间，好像呢是地狱。他们呢分秒都在提心吊胆，他们呐，寸步呢都无法停留。看到这样的画面呐，的确呢很不忍心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好好的时时警惕人间，绝对不能冲突，好好的顾好我们的心思，心中要有爱，用爱呢来披覆天下平安。假如人人都有爱，就不会有那样的画面。所以我们一定呢不要轻视那样的小点的爱，所以会常常说啊，花金菇的爱啦，哪怕呢一滴的亮度都不能轻视。我们愿意做花金菇，我们呢期待身边的花金菇也要亮起来，前面后头的都要呢四方八达都有这样的一点一滴的亮，亮起来才能看到了远方的那样悲凄苦难，我们的这一群的亮度啦，也可以呢叫到他们给方向的希望。这都是啊人人啊都可以做得到，请大家呢好好的菩萨人间，人间呢无处不都是菩萨地，发观世音菩萨伸出双手来救人，还要学习呢地藏王菩萨的大愿力，有缘都有难啦，有心都无法都做好啦。总是呢人人发大心，一点一滴是爱心这份力量，有爱有心呢才会有缘无后，这都是要呼吁呢人人发挥爱心，才能上达诸佛菩萨听。在大刚不是在祈祷我的心愿啊上达诸佛菩萨听，我的心愿是什么？祈求天下无灾，这就是我们天天啊在带动早晨中午啊，期待呢现在的科技
这样祈祷的声音呢，从这里发出，人人呢，在这个时候共同祈祷，你心我心他的心啊，众心汇合在一起，那叫做佛心、菩萨心。感恩菩萨们爱的能量呢，汇合哈，爱来普及天下，祈求平安，让苦难人停下来，开始呢顶哀落定呢，给他们有安稳乐处哈。这都是呢，我们大家为他们祈祷。